刚才回青旅的路上碰到的。刚才买了一杯现榨的橙汁，这个橙汁是20000一杯，20000一杯的话，当时没有零钱了，然后老板就说收我18000好了，然后等于打了9折，差不多不到8块钱吧，真是纯现榨的，然后加了点冰。回青旅路上碰见了这个听见声音，我不知道是什么，他跟我表演跳舞，这应该是老挝的传统的舞蹈民族表演，刚才回青旅的路上碰到的，这是老挝的民族特色，这个小姑娘还是挺卖力的。然后接下来还有这个表演，再来还是这个歌舞的这个表演，这是下个节目，这是老挝的他们这个一个舞蹈，旁边还有个老挝的女孩在唱，他们都是光着脚赤脚的，这是11个人的舞蹈，前面有4个比较年龄比较小的老挝女孩，然后后边是7位稍微10多岁的老挝女孩子，后边还有这个伴奏的和这个唱歌的，我们伴奏的小哥都很给力啊。刚才他们这个表演挺精彩的啊，这个碰两个小朋友，一会儿应该是要表演。